界设的正是地方，周天子再也挑不起天下这副担子了。这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剑，这一剑彻底将周天子拉下神坛，而始作俑者正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小霸主郑庄公。本以为他长得像诸葛亮，应该是个鞠躬尽瘁匡扶社稷的忠臣，没想到却是史上第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臣子。然是武圣，你生下来就是忤逆之徒。那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，让他敢做如此违背礼法之事的呢？原来自从一代昏君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导致西周灭亡之后，为了摆脱弑君弑父嫌疑的周平王，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阳。此时东周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西周，周平王为了巩固君位，于是让堂叔父郑武公担任周朝的卿事，相当于宰相管理周朝的内政大事。郑武公在位时期利用职位之便，先后灭了快国胡等国。此时的郑国已经是中原不可忽视的诸侯。郑武公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郑庄公继位，同时也担任周朝的卿事。随着东周政局的稳定，周平王不愿看到郑国再干预周朝的内政，于是将原本属于郑庄公卿事的权力分了一半给国公。郑庄公对此怀恨在心，直接连着两年不去朝见周天子，这让原本的位不正的周平王内心十分恐惧，担心会失去郑国的支持，于是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，居然和郑国互相派太子做人质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互质，天子将太子派到诸侯家里做人质，在周朝历史上还是头一遭，这也是礼崩乐坏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更不幸的是，这个太子居然还死在了郑国。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之后，认为周郑交质有损周王朝的颜面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，为了压制郑庄公的权力，比他祖父周平王还狠，直接罢免了郑庄公的卿士之位。郑庄公对此十分恼火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派兵前去割了周天子的麦子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当时的周桓王内心虽然愤愤不平，但落地凤凰不如鸡，只能忍气吞声。然而周桓王的忍让却助长郑庄公的野心，比起之前更加肆无忌惮，居然打着天子的旗号去讨伐宋魏陈蔡等国家，也就是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周桓王哪里能忍受郑庄公如此放肆，假命伐宋，大逆不道，果然是武圣，你生下来就是忤逆之徒。更让周桓王不能忍受的是，郑庄公居然未经过天子的同意，擅自给战败的宋国扶持新军，这完全没有将天子放在眼里。今天寡人若不讨伐他，日后各诸侯纷纷起而效尤，岂不天下大乱了？他郑武生欺负寡人非止一次，我与他势不两立。周桓王为了维护周王室仅有的一丝尊严，不顾周公黑兼国公继父的反对，率领魏陈蔡国等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前去讨伐挟天子令诸侯的郑庄公。郑庄公由于之前已经大败宋魏陈蔡等国，显然已经成为中原最强势力，对于天子联军丝毫不惧怕，率领郑国军队就去迎战天子的五国联军。双方在虚阁展开决战。祸是我郑武生闯下的，假使有一天郑国真的惨遭失败，以致亡国灭种，我郑武生也敢在皇臣之下面对祖宗非其逆子的罪名，而绝不在今天后退半步。双方发表完交战宣言之后正式开打，郑庄公摆出余力阵来对抗天子联军。他知道陈蔡卫等国惧怕郑国，于是先击败左右两翼的陈蔡卫等联军，然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天子的中军。天子王室多少年没有打仗了，完全不是久经沙场郑国军队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卸甲。就在周桓王要逃跑的时候，郑国的将军祝丹朝着周桓王一箭射去，幸亏只是射中了肩膀，郑国就此获得了虚葛之战的胜利。这一箭射掉了周天子仅有的权威，从此周天子的威望一落千丈。我赢了！郑庄公也凭借这一场战役成为春秋小霸，但也将郑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要知道后世的春秋五霸也都表面尊重周天子，